张译呢，因为一部《士兵突击》而被大家所熟悉。最近呢，他与海清主演的《抹布女友春天》热播之后，张译携手孙俪主演的《辣妈正传》又接棒热播。趁热打铁，张译推出了新书《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》。那么据了解呢，这本书的